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拇呢支持臂间。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咋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咋唱咋咋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咋唱咋咋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咋唱咋咋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 yon ba da ma khyama na soha 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 yon ba da ma khyama na soha 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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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念完了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第64个修法呢，就是叫这个修念啊，就是修念。那么这个潜心和皈依，就是这些呢，就是跟前面就是一样的。那么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按照前面的这个悲无量心、次无量心、悲无量心、息无量心、四无量心呢，就是从这个按照无光尊者的这个顺序来修。华智仁波切的潜心里面呢，是先那个四无量心开始修的，然后。然后反过来说，就先我们从那个就是息无量心开始这个修完，然后反过来就是从这个色无量心、息无量心，然后那个这个悲无量心和次无量心，就是这叫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是逆性的这个次第而这个修啊，就我们修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次无量心开始修，然后从那个色无量心开始修，然后呢就是先修次心，中间呢就是跳一个就是修息心，然后修悲心，再修习性，就是这样，就是超越而修啊，就这种这个交替而修的话呢，其实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加以问过啊。
第六十四个修法呢，就是叫这个修念啊，就是修念。那么这个潜心和皈依，就是这些呢，就是跟前面就是一样的。那么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按照前面的这个悲无量心、次无量心、悲无量心、息无量心、四无量心呢，就是从这个按照无光尊者的这个顺序来修。华智仁波切的潜心里面呢，是先那个四无量心开始修的，然后反过来说，就先我们从那个就是息无量心开始这个修完，然后反过来就是从这个色无量心、息无量心，然后那个这个悲无量心和次无量心，就是这叫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是逆心的这个次第而这个修啊，就我们修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次无量心开始修，然后从那个色无量心开始修，然后呢就是先修次心，中间呢就是跳一个就是修息心，然后修悲心，再修戒心，就是这样，就是超越而修啊，就这种这个交替而修的话呢，其实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加以问过啊。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